哎，老板，你找我喝酒啊？不行，我不能喝酒。老天，哎，再去帮我买两瓶酒来。哦，不对啊，老板，你要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啊？我要一醉解千愁啊。啊，老板，这个我了解，你呀，对新兰痴情可问天呐，可惜他老是不领情，所以啊，你就只能借酒消愁了。这个我懂，这个叫失恋。我一点都不怪新兰，肯定是我自己不够好，所以他才不接受我的。不过我还是要默默地关心他。老天，你改天帮我买些高级的补品送去给林妈，他们婆媳生活困难，我不能不问不问，是不是啊？对，老板，你是大好人，像你对新兰这么好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新兰为什么要拒绝你？要是我是新兰，我早就嫁给你了。如果你是新兰，我也不会那么痛苦。老板，我酒买回来了。新兰，新兰，我的心好痛啊！你真的有心上人？你知道吗？我对你那么好，你是装不知道，还是真的不知道？新兰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新兰，难道这新兰心里除了昭顺和老板还有别的人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新兰，你不能这个样子。新兰，他不应该是这种人啊，没道理啊。不会不会的，新兰不是这种人，不是这种人。老板，酒来了，你还喝不喝？今天的鸡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啦，小小的鸡蛋，大公鸡。何首乌，这么高级的药材是要预定的。再说我们村子里有几个人能吃得起呀？我要是每多进一两啊，就得多花一分本钱。哎，那你快去进呢，这个是我们老板要送给林妈的。给林妈？哎，那不就是给我婆婆吗？要不你先把这钱给我，都是自己人，改明我给他送去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是我们老板对林妈的一番心意，要亲自送才行啊。哼，想给新兰做面子。你可别误会我们老板，他对新兰痴情归痴情，可是他从来没有强迫过新兰，这新兰一直都拒绝他，他还是很关心他的，还关心林妈和四个孩子。我们老板说了，昭顺跟他是好朋友，于情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要帮忙照顾的。哦，原来大海这么好啊，这样的男人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。就是啊，
不过你们家招山也不错啊，这招山愿意娶你，上天对你已经不薄了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据我知道的，全村好像没有一个人不怕你吧。再说了，闭嘴闭嘴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们老板说了，这新兰心里啊一定又有了喜欢的人，所以才不肯接受他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嘘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可是秘密，你可千万别告诉人家。我告诉你啊，那天我亲眼看到我们老板他喝醉了，他跟我说的，你知道吧？千万不要告诉人啊！来，再跟你说，老板那天喝醉的样子。来，抓紧，来，走，哎，你去那边，哎，好，抓紧啊，哎，到那边去，哎，那边。抓紧干了，大家抓紧，好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哎，好，去那边，啊，抓紧啊，哎，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去吧去吧，哎，你替你婆婆来做工行不行啊？没关系，没问题。你脸色这么差，要不就休息一下吧。没事，我还行。哎，不行就少挑两趟吧。好。哎，大家抓紧啊！哎，我帮你。哎，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。抓紧了。那个新兰啊，好可怜啊，她身体不好还有工作，你知道吗？听说啊，她还在等着招顺回家呢。好，抓紧啊。我就说她笨，长了眼睛都没见过这么傻的女人。哎，招顺不是回到村子里来了吗？听说她不认新兰一家了，还从外面领回来一个年轻的女人。招顺真是太不像话。哎呦，现在的男人呢，没几个是好东西，我看她是白等了。可不是。老公啊，都不要他，他还在等什么？要我碰上招顺这种男人啊，哼，连四个孩子我都不要，更何况还要照顾他的妈妈。新兰真是傻到家了啊！可是，如果有一天他良心发现了，又回家了呢？哎呦，不可能的！哎，跟你讲，现在的男人很现实的。嗯，我看也是。要是招顺回来呀、啊，你想想，他得承担多少负担呢、啊？可能回来的，对，我看也是。来，干活干活。姐，你们真好，不像我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不会的功课吗？今天老师说要写作文，题目是我的爸爸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写。那你就写你印象中的爸爸，以前的爸爸。不用写啦，你没有爸爸，怎么会写我的爸爸呢？你们讲，就写爸爸，就写，不要理他。大家看看，没爸爸的孩子就是没胆量。简杰，你好可怜的，没有爸爸。我有爸爸，你少乱讲。简杰，我们回家，不要理他。林正吉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算账啊！上回我舅舅帮你们撑腰，又告诉我爸爸，害得我被我爸妈骂，都是被你们害的。那本来就是你的错。我哪有错？我妈妈说的话都是对的。她说你妈妈克夫，你爸爸已经死了。林正吉，我爸爸没有死。没有死？那他回来干嘛不回家呀？身边呢还带了个女的。这分明呢是不要你们了。我爸要不要我们不关你的事，那是我们家的事。哎呦，好可怜呐，爸爸死了，真的好可怜哦。我爸没有死。你爸死了。我爸没死。简杰，简杰，我爸没死。简杰，你们俩听到没有？不要打他，别打了。
怎么办呀？这个不错，哎，我要听这个。这个怎么办？蔬菜。哎，啊，我跟你说，新兰他呀，他对不起昭顺。什么？他有心上人，而且还有见不得人的事呢。你说新兰他偷人？不可能吧？说不准哦。这个人呐，不可貌相。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里面一定有原因的。昭顺呐，带了个女人回咱们村来，改名换姓不说，还不肯跟新兰相认，明摆着就是存心要报复。新兰会是这种人啊？哎，这个你就不懂了吧？看人呐，我最准了。哎，昭顺呐，他为了报复啊，改名换姓，哎，而且还带了一个年轻漂亮有钱的女人回来，当然是不要新兰了。哎，你说是吧？我看你这个消息可能是真的。哎呦，还有更离谱的呢！你要偷人呐，也偷个体面的吧。像村子里面那个大善人胡大海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他对新兰一直很照顾。你要偷人就偷他嘛。哎，他还不要人家，还摆什么清高？真是红灯青楼，假装大宅门。哎呀，哎，盛好了吗？哎哎，好了，你盛好了吗？谢谢啊，他在后面呢。哎呀，真是不能说人家长短，哎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。哎，怕什么？又不是光我们在讲，全村啊人人都在说呢。这就叫啊无风不起浪，空虚。周顺，妈，妈，妈，周顺，妈，妈，妈，周顺，你按文件上的执行，我马上就来。好。爸，云明，爸爸，怎么了？爸爸，你怎么在哭啊？妈妈生病了。啊，妈妈生病了。我带你去看妈妈好不好？妈妈生什么病啊？妈妈想爸爸，回去看妈妈好不好？爸爸，爸爸，爸爸回去看妈妈好不好？明明啊，你先回去，我等一下就去看你妈妈好吗？不要，你现在就去好不好？听话，你先回去吧。你要快点来看妈妈。你要快点来看妈妈哦。你怎么不跟他一起去呢？我回去又能帮什么忙？
不止林妈受伤了，现在连新兰也受不了流言病倒了。看来我的算计奏效了，马上就有让我大展手脚的机会了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不好了，老板，哎呀呀，老板，新兰，新兰呢？我听说了，他病得不轻，你赶紧帮我送钱给他去。送钱？老板，我们送药才给他，他都不肯要，送钱他会要吗？之前我说过，新兰可以一直拒绝我，可是阻止不了我要帮他的心。好。新兰最近这么惨，诸事不顺，最需要有个男人出面帮他顶住这个外头的风风雨雨。我应该积极出面帮他，能关心他的人除了我还能有谁？对，只有老板够资格帮他。可是不对啊，老板，你非要等到新兰他这么惨你才肯出手帮助他，你这是不是叫做乘胜追击，趁火打劫呢？不对，是趁虚而入，趁人之危，然后你就能称心如意。好了，不会讲就不要乱讲。哦，我说，尽管之前是新兰一直拒绝我的关怀，不过呢，我还是要继续帮他。我不只要给他钱，我还要帮他还掉之前所欠的医疗费。老板，你这是个大好人，你是情圣，你是义薄云天的大好人。乐天，我拜托你，最近你一定要日夜守在新兰家的附近，看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，我会马上去帮助他。好，没有问题。老板，我决定了，以后只要是你吩咐的事情，我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，支持你到底。好，快去吧。新兰，我知道我做的比较卑鄙了一点，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请你谅解我。心都碎了，他怎么经得起这些打击？月亮啊，如果你能帮人达成愿望，我希望妈妈能够健健康康的，就算是用我的生命去交换，我都愿意。我已经失去爸爸了，我不能再失去妈妈，我不能再失去妈妈了。哎呀，你是怎么了？这老半天的又不讲话了。 你们男人的心都是铁做的。哎呀，你又来了。本来就是嘛，新兰病得那么重，领妈和孩子他们无依无靠的，这样的人不是铁心肠是什么？哎，等，现在我们可以肯定，天颂就是昭顺，所以我想，只要等他自己恢复记忆，一定会回去的。等他恢复记忆回去啊，新兰早就病死了。哎呀，你不要胡说嘛！本来就是嘛，他如果真心想回到新兰身边，早就回去了。现在不回去，肯定是变心了。不，他一定会回去的。不会的。会。不会的。我说会就会。我说不会就不会。啊，既然你说的那么肯定，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赌什么？我说天颂他一定会回到新兰身边的。我说不会就是不会的嘛。那我们就打个赌啊，要是你输了的话，你就得嫁给我。不敢啊，不敢。
难就不要那么大声坚持嘛。毒就毒，怕你啊！反正你男人都没有良心的，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，又年轻了就不要遭横之欺了。反正这个赵天颂是不会回到新兰身边的。好好好，反正你啊是嫁定我了，我呢是赢定了。慢慢做你的大头梦去吧。哎呀，金燕，哎，等等我嘛。
老板，不好了，芈月去求天颂了。芈月跪在雨中求天颂。那天颂怎么样？他答应了没有？没有答应。他没有答应。不过芈月说，就算是假的爸爸也没有关系。看芈月着急的样子，西兰的病一定很重啊。看来西兰的病很严重，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他？西兰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，不让我照顾你一家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对昭顺还不死心呢？西兰，为什么？有良，你跟我说，刘大富到底有没有把昭顺干掉，推下海去？老板，这么多年来您安排我的每件事情，我不敢有一丝的差错。好，那你说，现在的天颂到底是昭顺还是天颂？老板，这说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心急吗？老板，刘大富的确把昭顺推下了海，这事儿不会有错的。只是我猜测，他是不是被推下海后又被人救起来了？被人救起，这可能吗？我觉得他福大命大，说不定。说不定他在被推下海的一瞬间脑袋撞到什么了，而失去了记忆。是的。这么说来，他肯定是昭顺，不会错了。我也只是这样猜测罢了。不管他是昭顺还是天颂，我绝对不允许他再接近新兰。我只要一看到他接近新兰，我就浑身不舒服。老板，那您……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念着他过去是我朋友的份上，留他一条命，但是一定要让他被抬着回新加坡。是，老板。以客户现在要求的图案，你觉得哪种图案比较合适啊？我觉得还是以这种制裁比较能体现出他的生命力。天颂。我觉得你的意见都很好。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没有，哪来的心事啊？丽华小姐，你好。上次火烧船时，我一急不小心扭伤了脚，当时你就是用这瓶药酒帮我推拿。小妹妹虽小，但记得清楚。你真是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吗？我真的帮您擦过。爸爸真的有，爸爸真的有。
是我的家，这里是我的家，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？你约我到这里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啊？你看看，这海边的景色很美吧？投入大自然的怀抱，令人心旷神怡，身心为之开阔。但是，当夕阳余晖，如果有人企图射日，想要阻止落日，跟大海融为一体，我想，那就太违背了天理常情，你说是吧？你的话这么深奥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对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看最近天颂跟你有些不太愉快。我和天颂之间的事情，我想与你无关吧。我不管天颂他对新兰有什么心思，不过我希望你能管好你自己的未婚夫，别让他做蠢事伤害新兰，否则我不会原谅你们。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不敢，我只是在提醒你，虽然你们是我弟弟生意上的好伙伴，但是只要你们伤害新兰，我一样六亲不认。顾大海，你果真是昭顺的好朋友，这么照顾他的遗孀。你放心，我们虽然帮不了新兰什么忙，但是还不至于伤害他。房间里面好不好看？这怎么卖啊？天颂，喜欢就买啊。试试试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家里面没有酱油了，买瓶酱油吧。哦。自从芈月那天晚上来到我们家以后，天颂怎么老是心不在焉的呢？万金叔，哟，天颂啊，来了，买点什么？买瓶酱油。啊，好。以前也曾经同样在这里打破过。我以前，哎，甭管那瓶破的了，我再拿一瓶给你啊。我再拿一瓶给你。那，哟，两瓶正好，不用找钱了。爸，他以前也在这儿打破过一瓶酱油。
是啊，跟今天一样，也是掏钱的时候。还真那么神啊？昭顺，你也听到我爸跟你说了，你就是昭顺没错。回到新兰身边去好不好？新兰病了，她需要你，明月那几个孩子也都需要你啊，你去照顾他们好不好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你想不想回去，愿不愿意回去，你都得给我回到他们身边去。你威胁我也没用的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怎么回去？我完全没有半点跟他们有关的记忆。就算我回去了，对新兰来说也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感情可以重新培养，记忆也可以重新再建立啊！我保证，只要你回去，一定会有新的发现的。希望你能管好你自己的未婚夫，别让他做蠢事伤害新兰，否则我不会原谅你。飞啊飞啊！天颂，这是来这以后看你笑得最开心的笑容了。难道你真的是林昭顺吗？你笑是因为你和明明天生的父女情吗？我妈说你们是没人要的孩子，穷鬼野孩子，没有爸爸。我有爸爸。没有。我有爸爸。有爸爸。谢谢。求求你，求你假装我爸爸好不好？我求求你，请你假装我爸爸，救救我妈妈。我知道她太思念爸爸了，我求求你我该怎么办？天颂，首先感谢今天来此共襄盛举的各位先生、所有的家长、各位乡亲，我们欢迎中年级的周品浩同学，他演讲的题目是我的爸爸。我的爸爸叫周同济，他有爽朗的笑声和吓人的大嗓门，所到之处都是他的声音，让我觉得我爸爸真是无所不在。还没来，爸爸最喜欢开玩笑了。奶奶要照顾妈妈，他不会来的。他抓了好多青蛙，偷偷的带回家。林妈，你不要急啊，慢慢来。演讲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姐也不好意思啊，害你今天做不成生意了。你客气什么呀，林妈，我是明明的干妈哎。新兰这几个孩子啊，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我如果不去捧个场，帮他们打气加油，我算哪门子干妈呀？哎，就是啊，林妈。哎，孩子们都希望父母能参加自己在学校的活动。哎，新兰病了去不了，我们去也一样嘛。明月见贤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啊、是是是，那我们快点走啊。好。快点。谢谢。谢谢周品浩同学，接下来我们欢迎高年级的林敏月同学，她的题目是我的妈妈。